可能您没有听说过阿根廷护猎者设计工作室，但您可能在他们的作品前驻足或护林者工作室。Garbados Quest Studio 创立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，是全球顶尖的纸艺、雕塑及装置艺术工作室，在全球范围内享有极高的声誉，不仅长期为爱马仕、阿迪达斯、可口可乐等国际知名企业服务作品，更遍布全球多个国家，包括英国、西班牙、法国、美国、荷兰、沙特阿拉伯等。拥有180年历史的 Hermès 爱马仕已经占得工艺和贵族式的设计，成为最具艺术魅力的世界著名奢侈品品牌。 Hermès 爱马仕的橱窗设计和它的品牌故事一样充满经典隽永之气。 Hermès 携手护林者工作室以海底两万里2000这一经典题材为主题打造橱窗设计护猎者工作室 Garbados Quest Studio， 尤其擅长利用各种色彩鲜艳、质感特性不同的纸张及材料，创作出各种造型各异、匠心独具的装置艺术作品。护林者工作室创始人说，橱窗展示着品牌文化艺术，它直观地向顾客传达着品牌的思想和变化。我们配合爱马仕的主题，构造充满科幻冒险的故事，把爱马仕不断追求创新的品牌精神和气质传递给新一代的顾客。我们重现了海底两万里2000的经典场景巨型鱿鱼攻击潜艇。由于设法进入潜艇捕捉宝贵的宝藏客户，爱马仕 Hermès 设计师、阿根廷护林者工作室 Garbados Quest Studio Open the Globe 作为护林者工作室中国区独家代理机构，致力于为客户提供 IP 角色设计及授权、商业空间美陈设计、艺术展览、品牌标志、商业包装的一体化视觉艺术解决方案。关注更多设计师作品，浏览官网 Open the Globe COM 业务咨询 INFO at AMPEANDGLOBE.COM